捷运伤人惨案，社会各界都在检讨疏失，但是立委发言却频频惹议，还说乘客是因为呢滑手机把命都给滑掉了。艺人杨义展就在微博痛骂说，这些政府官员是不是脑残，要立委不要坐公务车了，一起来搭捷运。而对此呢，立委澄清，这样的发言只是善意的提醒。结束选区跑脱，直奔立法院修法。国民党立委江惠珍都靠黑头车爬爬走。不过捷运杀人风波，江惠珍评论：民众忙着滑手机，把命都给滑掉。这番说法让艺人杨义展很火大，在微博发文痛批这种言论脑残，没有同理心。反问：搭捷运不就是站、坐、睡和滑手机？有本事就别坐公务车，一起搭捷运。我上来捷运跟大家一样，我也是看手机啊，而且我是随时在车上，我不是搭公务车，我是自己的车。我想就是善意的提醒，我是认为他是误解，而且是误导扭曲。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啊，那些乘客没有办法立即这个来应变，就是紧急按钮哦。那我认为主要就是希望捷运局哦，在这方面要多加强来宣导。立委林德福一句为何没有赶快按紧急钮，质疑乘客的危机处理能力，成了乡民剑靶。搭黑头车的哪能体会通勤族的心情？杨义展替捷运乘客抱屈，道出小老百姓心声，但被骂臭头的不止明代而已。财政部长张盛和想激发民众见义勇为的美德，似乎也用错地方了。没有人拿着长比他更长的雨伞，那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见义勇为？我觉得这么多人，为什么不能对付一个年轻人？台湾史上第一次捷运车厢砍人，吓得乘客措手不及。为何滑手机？怎么不一涌而上的质疑？或许想激发大众的危机意识，但缺乏同理心的发言沦为马后炮。记者郭向秋，SNS小组采访报道。